欢迎收看我不喝拿铁频道。今天要去玩手 FIFA， 我要活下去。今天要跟雅思来玩一下体验服的团队突袭排位赛。没错，好，是雅思。OK， 那我们呢就来开始吧。然后目前这个排位赛部分跟经典模式的百慕达跟沙漠地图这个是分开的排位计算，所以会有两个。然后可不可以用背景的话呢？目前我体验服测试不能设背景啊，之后要看台服的更新改版可不可以。什么背景？就是那个啊，排位的战机背景啊。哦，对对对，好，来吧，看一下哦，没有人，哎，我们倒了，下面是不是？哇，为什么他打我这么痛啊？没关系，我救你，你不要动，不要动，不要动，他上来了，没关系。哇，完了，我没血了，血不够，我血不够，我也血不够，该先往后拉，不该先直接打的。没钱，因为 MP 要了，我只能买 MP5。你有玩过烟雾弹的吗？有啊，我觉得看起来好无聊。不会啊，烟雾弹很有趣耶，可以逃跑啊。而且可以吗？可以啊，你丢了以后，人家用预设瞄准抓，也不一定马上抓得到啊。真的、啊？对啊，因为他不会知道说你刚好在那个烟雾里面，你知道吗？哦。一般人会觉得，好，那什么东西啊，遮视线。当然，大家一定未来一定会开关进去抓啊。可是我说真的，敌人如果在右边砰砰砰砰，左边有烟雾弹，你一定会先抓右边的。嗯，烟雾弹你就可能比较不理他。嗯，没看到人，在哪兒？没看到人，啊，没看到。嗯，有平台没有了啊？散弹枪，有人1887哦。哦，对吼，我倒了。果然就是散弹枪。为什么你们全部都倒了？忽然间我遇到散弹枪，我不知道要冲出啊，刚没看到人啊。突然间就冲出两个啊！等一下，雅思一个杀死四个，交给你了。你疯了吗？该是你发挥真正实力。我旁边有一个，还干嘛？还干嘛？你没收到他，好可惜哦。倒了倒了，碎碎碎！他打散弹枪，他打散弹枪，就是他，来了啊！可恶！我才刚捡包而已。没办法，他们敌人都在附近。他刚点忽然冲出来，好像是很慢才冲出来那种。没关系、来，你们岔赛，你们插眼班拿出来。我要定那个散弹枪方式，就远程给他死，不要让他靠近。我要用X8给他死。我在体验服都是用X8，就是打那个散弹枪，不要靠近他，他打不到，他就是很跑。啊！来吧。哦，开关机开不太出来，很钝正常啊。开关机开不出来。没看到人。右边。我这边看到一批，哪里？在哪里？在他家附近啊。他们躲在主坑吗？他都躲在家里耶。怎么可能这么远的距离打得死我啊？我来救你，我救你，你在哪里？就他们家，我刚刚讲了。等一下，我超远的，来不及救了。好夸张哦，他这个是加射程是不是？连队友都是玩散弹枪，怎么顶在玩什么？哇，队友全部冲过去哦。哇，完了，我打不死他们。没关系，你有拆吧？我知道啊，可我没，我还没子弹啊。就拿钱。你要出钱吗？没有，我不要出钱。拆八吃伤害，打不死人。我刚看到，超过200滴，打不死。打187。你冲八，我掩护你。可以抬伤都可以，可以，我知道啊，我掩护你啊，我掩护你，我掩护你。他们赢三场，他们这场一定会很嚣张的冲过来。我要远程给他死。我走右边。好，我走左边。希望他远程过来。
收啦，你这个跑啊，我就说一定会很嚣张跑过来。他站很嚣。我先收一个了，剩三个，加油啊！我要去捡他的包了。远程交给我啦，你们就……队友，小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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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几个？几个？一个，死了死了死了！直接小心屋顶上哦。我绕路，慢慢来，慢慢来，没关系，包他。你看到人讲一下哦，我先帮你们看有没有人。我猜在屋子。在看，我还在看。没看到人，目前没看到人。我猜在家里面。哦，家后面一个挂机。屋顶没看到。哎呦呦，屋顶有一只。他们刚才一个挂机，我这边屋顶有一只，剩一个屋顶是不是？把他引出来吧。啊、跳下来，跳下来了。哎、欸，碎收掉。有有有，我把他打到惨，然后你把他直接收掉，碎哦。耶、来啊，这嚣张，我们然后好好反败为胜一下。烟雾弹好用啦，我觉得逃跑还不错。烟雾弹。然后现在那个凝胶跟烟雾弹这个都是有购买限定啊，就是有手榴弹是无限买，体验服啊。台服到时候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四颗凝胶哎，点敌人不算哎、上前面的哦，前面的嘛，对不对？买只能买两。哎、我丢给你可不可以？我丢给你捡看看。可以啊，可以啊，捡都可以。买只能买两颗，但是捡别人的可以捡很多。哎、没有，我跟你讲，可以捡自己的。对啊，丢掉以后再捡就好了。现在又是一个漏洞。对啊，一样的道理。没有出来。可是会被瞎，不会出来啊，等他们。不要靠近哦，散弹枪哦，雅思你啊，对，你是散弹，我刚才捡完而已。哇，你直接给我拉过去那边哦，在哪里啊？你又不讲，我怎么救你？我这里而已，我没看啊。再讲你也过不来，你那么远。哎，我拿错枪了，怎么就过不来？我在你旁边哎、欸。来不来。啊，有两个啦，队友，队友，快收掉他。哇，队友还是哎，完了，队友散弹枪，哦，碎。OK， 所以，他有救你吗？没有啊，我早就死了，好吗？我把你架凝胶没看到我架的哎、欸，还不跟我讲在哪？我在你后面在讲，而且我刚切错枪，我切到散弹枪。我是跟你说，你根本救不到那个。我救得到，我救得到，我刚才在你后面。救不到，距离救不到，我刚才已经一滴血了。不行，我一定要救你，这来不及了。哎、欸，凝胶我架了，有没有感动？可是你刚刚看到凝胶出来，有没有感动？哎、欸，有凝胶哎、欸，对不对？我凝胶没有用啊，我血量已经不够。要，可恶，我要换冲锋枪，我散弹枪给你好了。雅思，我已经买完了，来不及了，啊、太早买了啦，我丢给你就好了。不要104啊，我1887啦。我买给你吗？你要吗？对，我两把了，我两把。哦，两把太多吧？双，好 OK。所以哦，哎，他们少一个了啦，他们没办法嚣张了，不知道，可能 bug 吧。啊，怎么又输了？我不玩了。哦，对，三游戏这样。应该是打散弹枪的，没看到人。我把包挂掉。好像在山上，声音听起来像在山上，枪声。谁开枪？啊，我没买到你交护盾。嗯？都在家吧。哎呦，那个他家后面 L 房后面的那个电塔，我看到了。损好少、哦，打才89滴是怎样？我看到人了，我看到人，木雅思你这边，阿碎，我帮你收。我看到你打他了，我在屋顶上掩护你。楼房一只，楼房一楼一只，他应该上二楼，我来抓他。来了，哪里？我要 K 死他。哎、欸，雅思后面，拿铁手带牛，直接死。你有看我手榴弹牛吗？六颗飞进去啊。飞进屋子里面炸死他，六颗连飞，超可爱的。我看一下我的手榴弹，三颗凝胶，四颗应该够了。我丢凝胶，我丢凝胶，我现在钱很多。不用，我这样就够了。好，拿一下。好，五颗就好。哎，1887台枪啊！哎、欸，只剩三颗。我走左边，
我走右边。超点讲一下哦。目前没看到，应该又是在龟吧。哎，队友倒了。哎，队友不要爬出去啊！啊，干嘛爬出去啊？我这边有听到脚步声，但看不到人。我要不要救他、啊？可是有点危险，因为敌人好像在泥浆后面，果然在泥浆后面。我先不要救他，我丢手弹。啊，可恶！雅斯来，雅斯来，两个。我这边有。进去了，进去了，一个残血。打不痛哎、欸、，OK OK OK， 睡，耶，吃鸡了，反败为胜，对，哇，打得有点累，哇，你杀八个哎、欸，我天哪、啊，八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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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你还记得我？八八八，我已经忘记我了、欸。青铜二，两颗星，我青铜三了，他。哦，对啊，胜利加一星吧，输应该是降一星，连胜加一，哎、啊欸，连胜也加一星哎、欸，连胜也加一星、啊，他写胜利加一星，连胜加一星，那再连胜一次啊，好，再打一场吗？好啊，好，那边让他放音乐，没有，听不到，你没有开耳机啦？有开有开，可是我没听到，我听得到哎、欸，四号一直在讲话，可能只有你听得到，他好夸张哦，他说什么？他很夸张哦，你把他关掉啊，好吵，等一下，我听不到，等一下。哇，敌人要来了，小心哦、喔！那我把它关掉了。右边，右边有敌人。那我来了，我来了。等一下哦、喔，小心左边来袭哦、喔。正面，正面，正面有人，我看到了。找一个。那我先打混摸鱼一下。OK， 打混摸鱼。我先搬右边。好碎哦、喔，他收掉了。在啊，家里吗？不知道，还有一只不知道跑去哪里。家里，家里，家里，赢了，赢了，我都没杀到人。没关系，我有杀到人。可恶！不要紧，不要这样子，雅思习惯就好了。好难过，这种事要习惯的。很难过耶，很难过嘞，让队友来输出吧。雅思要坐我的大车车吗？没有钱，没有钱买 A887。雅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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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兴趣。要坐我的大车车吗？不要。大车车在这里哦，要雅思雅思，要好算了，拜拜，开到顶，我要杀人，我要杀你，开狼，中间，我看他左边有没有人来，左边没有人来，他们都不喜欢家里面，家里面正中间家里面，打不死，右边哦。哎、欸、头，哎哎队友，他被谁打的、啊？打了打了打了！队长拿手枪而已，是啊。我拿手枪。我说队友，上面。嘿，对，好像有抬到。Okay.好，再来换三级防头盔。让他卡九八 K。每一场烟雾弹都要重买。对啊。对啊。就投植物。哎、欸，没有烟雾、欸，我没买到烟雾弹。哦，不够，钱不够。交好了。好，谢谢，丢出来。没有没有，我自己要拿。啊、哦、啊、哦，原来是这样子啊。嗯。我的凯莉都会变成那个、欸、下挖、欸，为什么？不知道啊。没看到敌人在家是不是？我右边也没看到。在家二楼。哎、欸，左边左边有人。嗯，跑左边了是不是？木屋有人。你那边有前面有一个、哦、房子那边，对，窗户那边有一个。到了，我又开始爆皮了。我在国外服都怕人家用散弹枪，我都不敢靠太近。我要散弹枪大战，
哦，队友哦，碎啊！队友超级好，散弹枪一直冲啊！散弹枪冲冲冲，我要跟他冲，我要跟他一起冲。好，去吧，你就拿散弹枪吧，你要拿来吧。好，我也巴巴西、啊、我跟你们玩一场，我也冲过去啊，大家一起冲，结果全部都死掉。不要这样讲，不不不！哎，每次都丢不到手枪，不拿手枪主义者。好，我先点，冲冲冲！冲冲冲冲冲！直接小心屋顶有人啊！挑一波，挑一波，挑就要四个围一个，全部人都没过去。正面来啊！哎呦，狙击耶！我怎么玩狙击啦？人在哪？正面打，我听到声音而已，没看到人。哦，我也看到人，该不跑到电塔上面了吧？有可能啊。刚听声音，确实在电塔附近。哎，我就在电脑上面，上面，上面，上面狙击，上面狙击，对，有狙击。哎、欸、哎、欸，啊，木屋楼上有一只啦，倒了，狙击倒了。木屋楼上有一只，对，你右边木屋楼上。啊？隔壁的木，隔壁的木，隔壁的木，我看到。残血。打，木屋倒了。对啊。哎、欸，谁倒了？对啊。拜拜。Okay, 我收到他了。司机，呼！好快哦，我都没到。哎、欸，我没有散弹枪，哎，我没有到散弹枪，差一点点。好吧，看我只能够开跑车来玩一下。雅思不好意思啊。哎、欸、哎、欸，你还活着？你看不是倒了吗？我刚想说，哦，范雅思爆手了。队友被队友救起来了、啊。哦，碎碎碎。哎、欸，真的、欸，连胜的话会加一星哎、欸。没有，我只加一颗星而已、啊。可我才杀四个而已。没有加两颗，我只加一颗、欸。哎，我连胜一颗，因为我每一场都赢啊。我团队图起来没输过。哦，真的、啊？体验服还没输过，每一场都赢。哇，好常输、哦。他可能连胜是三场吧，不知道是三场是几场连胜。有可能是你都没有输的话，就会是多加一颗星、哦，这样你的排位就升很快。好难过、哦。好，那等一下我先退一下、哦，我看一下你要不要测一下能不能装备那个背景卡？我记得不能装哎、欸，我看有没有改。我看一下啊，因为他现在背景感只能提，对吧、啊？只能够经典模，就是经典模式，正常的那个，百慕达跟沙漠地图的。哦，他不能装那个团队图洗排位赛的那个啦。对啊，我这边已经三条啦，可是这才是一条而已啊。嗯，好啦，今天这个模式呢，就是团队图洗排位赛，就跟雅思一起玩，然后给大家看一下画面，然后实际改版内容以台服官方为主啊。然后对，然后如果有任何改版资讯的话，请看官方的更新时间。那我们今天游戏呢就玩到这边，也谢谢大家收看。如果大家喜欢拿铁影片跟雅思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我们频道，打开通知铃铛，后面就接到 FIFA 攻略的情报，也记得订阅主频道、副频道跟玩具频道《斯巴拉西》还有《雅思日记》，够标准吗？ Okay, 标准。好，那我们下游戏见喽，拜拜，拜拜。